哎，丹丹，听说我们学校最近会来一个新老师，你说会是一个美女吗？得了吧，你说的话什么时候转过？哎，我就三个 dog 了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我说的话就一定会发生。得了吧，话说什么是三个 dog 啊？请旨意。哇！笨，你没事吧？天哪！你说的话真的准啊。